等了差不多两个月了，这个周六终于有八栋房子推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。这个社区位于洛杉矶一个非常顶级的城市，它的学区呢在全美都非常的有名。这个社区的隔壁就是学校，而且这里的房子呢有全加州最低的地税，1.15%的税率。视频里这个呢是它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户型，这一次呢会有三栋推出来。这个社区呢两三分钟就有一个超市，而且呢是非常棒的超市，因为它是老城区，所以配套特别的完善。地理位置上呢，它在尔湾以北大概20分钟，它的东边和西边都紧邻两个华人聚集的城市，所以生活非常的方便。这个社区的对面呢都是200多万的豪宅，所以这个地块呢属于非常难得的一个地块。便利的生活环境，顶级的学区，紧邻学校，而且呢几乎是加州最低的地税税率，再加上开发商的10年的质保，所以这个房子呢无论是投资还是自住都是极具价值的。目前是尾盘，这次的八栋从2房到4房的都有，65万美元到75万美元，明年3月份交房，先到先得的原则，周六正式放出来，请尽快联系我。